主料需要300克，辅料芝士、面包糠、淀粉、鸡蛋一个，盐。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先剖开，去掉头部，胃部留一节腹包，然后从后面去掉削线，放上盐腌一会儿，芝士一分为三，先裹上芝士片，放鸡蛋液里蘸一下，再入淀粉里打个滚，再放入鸡蛋里，拿出沾上面包汤，如果想面包汤多一些，重复蘸鸡蛋液，再蘸面包汤，放油锅炸，要用中火，油少的放得多一些炸。烹饪技巧，芝士在冰箱里拿出，要会软软再用，硬硬的芝士不好，火再浇上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